每一次的创作对我来讲是更深入的对话，甚至是厘清啊。这个过程是你更深入的探索，我好像在未知里面在冒险。你不走过这一段，你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，你在承受什么。法罗座阿美族的意思其实是心的意思，心是一个桥梁，就是说如何透过心把你很多的想要去表达的去把它呈现出来，那是灵魂透过感受来跟我们沟通，我相信有这样的存有在。我一直想要去表达的部分是一种穿透的能力，光的能力，甚至其实它有一种像一个刚出生的生命体，很剔透，很干净。那这些线条其实到最后我呈现出来以后，我发现它很像我们的期待。花露初就是那个本心嘛，初衷，它跟我们那个阿美族的心的意思其实还蛮贴近。以观者来讲，我不能完全用阿美族的表达的方式去讲，所以其实我希望它到最后是让观者自己以他自己的解读去面对。